台湾金曲奖将在明天于高雄举行，颁奖人之一的小 S 却在昨天传出身体出状况，小 S 上吐下泻到医院挂急诊，还被迫取消节目录影，令人担心将无法出席颁奖礼。不过他今天透过经纪人表示身体已经好多了，会依计划出席金曲奖。此外也有消息指小 S 将和新姐夫具俊晔一起走红毯，引起关注。